我就最喜歡那個風，我很了解一蠟河的山景，多辛苦都好，找不找到食我都是堅持做老闆行。哇！就突然聽到話收喎，哇！今後點呢？我都想拍幾張相。我呢度收啊，我哋都唔知睇唔睇得到，這個又真實嘅。如果你話， 講下十年，做下二十年，係咪啊？唔知㗎，順其自然去㗎咋。好明顯喺整個發展報告裡面，佢哋希望可以發展到嘅係一啲創新科技啊，同埋一啲地產項目、運輸項目。 佢哋要利用呢啲項目增加嗰個土地價值，而我哋嘅農業唔係佢哋嘅重點嘅一部分。佢哋冇介意過我哋嘅土地有冇嘅。我好努力咁做，我係一路都唔諗一樣嘢啫。究竟我嘅存在空間仲有幾多？我真係唔敢諗啊，係。 面積達到300平方公里嘅都會區，將盡享港深優勢互補、融合發展嘅紅利，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連同元朗區同埋北區而家有嘅39萬個住宅單位，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完成之後，總住宅單位數目將達905,000個至926,000個。 一共可以容納大約250萬人居住。嗱，呢一個就係接近感受花園個護城河。香港嚟講，農業、科技、地產都可以，我自己又覺得可以並存嘅，因為農業都係一種科技。我嘅理念就唔用化學劑啊，唔用化學肥料，唔用化學農藥。如果佢哋可以研究 呢一方面嘅農業知識，推廣呢一啲安全嘅農業技術，我相信喺香港一樣可以做到好好嘅成績出嚟嘅。咁我喺呢個農場嗰度咧做咗都接近16年啦。咁喺個魚塘區嗰度咧，我哋會養啲羅非魚啊、寶石魚。喺田區嗰度，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嘅。 咁香港嘅農業係好艱難嘅，真係好艱難。地產商只要提早收翻我哋嘅土地，我哋就要走噶啦。有土地嘅願意俾政府發展嘅，咁我哋亦都阻唔到。就算佢唔收我嘅，咁佢喺我附近嗰度有咁大興土木、咁大嘅發展，亦都會對呢個地方嗰個生物有好大程度嘅影響。 個隔文就知幾多年啦，嗱呢度1年啦，兩年啦，7年啦，8年啦，一隻蠔8年半。流浮山咧就係累咗40幾年，我哋個太公咧就係養蠔就到咗呢度啊。初時做嗰時咧係好。 好多户人做噶，倒埋有100幾户要。咁而家年紀大咗啦，個個都老啦，即係喺老人家咧都冇幾多個，唔夠50。我今年72啦，即係好想個仔接手，最緊要就係保留到我哋個歷史咯，就係咁咯。
細細個喺度長大咯。望住呢邊海長大，亦都望住呢個環境變遷變化啦。啊，呢幾年就翻嚟試下做呢、這個屋企嘅蠔業推廣啊咁咯。傳統呢個幾廿年咧，呢個係屬於一個保育區嚟噶嘛。咁啊，突然話搞創科，亦都係有啲驚訝。可以冇衝突嘅，即係如果你政府咧規劃好嗰、那個保育啊，會兩者並行咧，我覺得都可以發展嘅。我對呢、這個前景咧都係充滿希望嘅。若果政府真係發展之餘咧，亦都協助業界，即係發展旅遊啊，發展養殖啊。咁咧對我哋耗民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，相信係。